家好，这里是贝贝。国服终于更新画质了，虽然此次更新只限于一两个渠道服，但是不久后也会慢慢普及的。那么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看看更新前和更新后画质有些什么区别吧。光是界面就能看到画质这么强的突出。接下来再来几个植物和僵尸吧，比如埃及世界的